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22页，922页。 第二行，第二行，庚二，赞超群生，请看经文：佛为法王，尊超群生，光明彻照，洞达无极，普为一切天人至死。 这个六句赞阿弥陀佛，智慧光明，一切功德了，超过群生。 群生是指小乘以上到41位法身大士如果是阿弥陀佛，那就更殊胜了。前面我们读过，十方一切诸佛。 都尊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、佛中之王。那这个群生呢，就是诸佛如来。唯有这样的人，才具足教化众生的条件，得称为一切天人之师。他有能力，有善巧方便，帮助一切众生脱离六道轮回。 证得无上菩提，这是真正的超生。现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“佛为法王者，《法华经》。” 药王品说：“如佛为诸法王，这一句话是经文只有佛才为诸法之王，王是自在的意思。” 也就是说，真正通达一切诸法，无有障碍，这样的人被人尊称为佛陀。佛陀的意思，智慧圆满了，福德圆满了。 所以为天人师。下面这一句是念老的注解：“如来于法自在，像刚才所说的，于一切法通达，没有障碍。”故称为法王。《法华经·譬喻品》里头说：“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”这个地方的我是释迦牟尼佛的自称。佛当着大众宣布，他于法自在了。于法自在的人，就是明心见性的人。没有见性，一切法不自在。明心见性，对一切法真的自在了。这一桩事情，就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：“与我们识字不识字，念书不念书，学习不学习都没有关系。关系是明心见性。”心是真心，性是自性。六道凡夫，因为有烦恼、有业障，把自性的功德，功是功能、能力，德就是它应当起的一些作用，都障碍住了。烦恼无量无边因烦恼造罪业了，变成业障了。所以烦恼是根本，业障是由烦恼而兴起的。无量无边的烦恼，大乘教里面把它分三大类。这个三大类就是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。在华严经上佛说的妄想，就是无明烦恼。分别就是尘沙烦恼，执着就是见思烦恼，名词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那么佛教导众生，真正的意思就是教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，就明心见性了。他自己是过来人，给我们做了榜样。世尊在30岁的时候，放弃参学，过去参学12年，放弃参学，到恒河边上，毕多罗树下，就是菩提树，在这个树下入定。入定干什么呢？就是把这三种烦恼放下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这一放下呢，就大彻大悟，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，统统现前，这叫成佛。这叫证得一切智啊！为什么？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，所以《大乘经》上常说：“一切法不离自性。”啊，既然明心见性了。自性所变的一切法，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？这个不必学，自然知道啊，是自性变的，自性怎么会不知道？我们真正把这个道理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不怀疑了啊，真接受了，这叫真实的信心。这个信心比什么都可贵，因为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信是佛道的根源，是一切功德之母，也就是说，无量无边功德成就。最初第一个因就是信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学佛最大的障碍就是不信了，信了里头还夹杂着怀疑啊！为什么你修行不能成就，功夫不得了啊？你的信心里头夹杂着许多有疑虑啊，怀疑、顾虑不是别的，这真正是第一个因素啊！啊，华严跟大智度论里的都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。啊，长养一切诸善根，长是生长，养是培养，生长培养一切善根，信心我们的信心没有建立，一定要想方法去建立，建立之后好好的去养护它，保护它，不要受外面境界动摇啊！信心如果一动摇，我们这一生无论怎么样去学习，只可以说在佛法里头种一点善根啊，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殊胜的果报，殊胜果报最低的是超越六道轮回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信心怎么培养？从哪里生起来？大乘教里头，佛常说：“能生决定信心的，无一不是过去生中。”培养出来的。佛说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这一生遇到佛法，冥冥当中得诸佛威神加持，这信心才生得起来。不是偶然的。那我们今天反省，问问自己的人生，闻佛法，又闻到大乘，而且闻到大乘里头最殊胜的净宗法门，这就说明我们也像《弥陀经》上所说的。过去生中决定有善根福德因缘，如果没有，这一生遇不到，遇到也不相信也不容易遇到这个法门，这是一生顶尖的成就。什么叫顶尖？成佛了。不是成阿罗汉菩萨了。一生圆满成佛。这是多大的善根，多大的福德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那么为什么到今天学了十几年了，几十年了，信心还不能够坚定？这个问题呢，这问在语言，总在语言不同。语言遇到了，那就怪自己懈怠、懒散，没有真正接受善知识教。善知识是经典的佛菩萨教诲、祖师大德的教诲，没有认真去学所以这个善根呢，一直不能坚定。从什么地方看呢？我们自己真的看不出来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，你没有做到的，你知道了，没做到，不要以为你自己真知道了，你自己并不知道，你自己并不相信。如果真的相信了，真的知道了，你一定会做到。他说这些话，告诉我，用这个标准去检验自己，那个信是不是真的，解是不是真的。这个很有道理啊。许多人自以为知道了，没做到。那张家的人其实他根本不知道，他根本不相信。 啊，这个标准是我在年轻时候从张家大师那里得到的。啊，这是个真善知识。那怎么办呢？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多次的 劝勉学人，告诉我们84000法门，门门都是以经教为基础。为什么世尊在世49年讲经教学不中断？ 这个意思，唯有经教能帮助我们种善根呐。能帮助我们建立信心。你解得越深，信心越坚固。 啊，你解得很浅薄，不够深度，不够，你信心会动摇。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我们原本有善根，但是不足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遇到经宗。 把它看清了啊！以为这个在大乘教里头不值得学习啊，它层次太低了，总以为华严法华、楞严般若这是高深的佛法。 啊，这是如来究竟的大法我们这个解错了有问题啊！啊，还好呢，就是没有把教放弃。 啊，这个问题不怕。啊，只要你深入经藏。啊，深入经藏之后，于是我们境界提升。啊，看到华严法华，最后啊，都导归极乐。 最明显的是文殊普贤，在华严经末后，这两位菩萨发愿求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并且率领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，向 阿弥陀佛学习啊，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啊。回过头来，再细细的去观察，以前看清粗心大意，没有看到这个门道啊。再仔细观察了，明白了啊！华严之所以能圆满，靠什么？靠往生极乐世界。为什么一往生极乐世界，皆作阿惟越致菩萨？不说别的，单单说这一句，就超过华严了。往生到华藏世界，是皆作阿惟越致菩萨。但是向上提升呢，要一级一级的上去，41个阶级。不可以劣等。西方极乐世界也是41个阶级，可以劣等。那这个法门就比华严殊胜。凭什么道理？净宗所评级的道理，就是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也正是世尊在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：“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”所以，在极乐世界，十报土初住菩萨就可以劣等证得十地菩萨，甚至于证得等觉菩萨，可以劣等的。啊，这个道理是，你的心是佛。完全看你的心，不看事啊，看你的心啊，也就是张家大师告诉我们的，完全看你放下多少。啊，不再修行功夫长久，与这个不相干。那个人修行几十年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统统没放下，还是反复。你修行才一两天。你能够把妄想、分别、都放下，你成佛了。啊，这桩事情，世尊在菩提树下给我们做例子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中国给我们做了榜样。没有别的，就是放得下了。神秀跟五祖20-30年了，没放下。啊，可以说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。当时大法师啊，慧能不认识字，砍柴的樵夫，什么也没学过，经教一天没学过啊，修行禅堂一支香也没去做过，根本连边都沾不上。五祖把衣钵传给他，凭什么？凭他能放得下了，彻底放下了。 放下放不下，可以从神秀的偈子跟慧能把它删改这个偈子上看到啊。神秀修了几十年，还深识菩提树，心如平明镜台。 没放下教人呢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完全是着相修行。神秀把他这四句话改了，修正了。菩提本无树啊，明镜也不是台呀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？全放下了。 五祖半夜召见他，跟他讲《金刚经》，找到对象了。遇到知心了，你说心里多快乐！ 大法。 有两人继承的，他的责任了了，可以放心走了。全在放下。我这一生感谢张家大师。 第一天就把大乘的秘诀传给我了。可是我那时候年轻，听老人家的教诲，似懂非懂。我还向他请教，看破放下从哪里下手。 还问了这么一句，他告诉我从布施，跟我讲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这三种布施。 都有回报，世间人欢喜啊！回报是修福，果报在六道。 如果修的因是善，果报在三善道；修的因不善，果报在三恶道，都享福。恶道里头还是有福报，啊，譬如很多修福的人，来生出生到去了，啊，这些畜生一定是主人的宠物，主人非常爱护它，非常照顾它。为什么呢？福报啊！为什么到畜生道的愚痴？多畜生道啊，享福啊！啊，如果是利相，不着相，不求福报啊，我断恶修善积功累德，我修这三种布施，不求人天福报，那就变成功德了。啊，功德里头有智慧，智慧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，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的大智慧呀，不是普通的智慧呀。啊，为什么？84000法门，让你去选择，你选择法门里最殊胜的一个，这不是一等智慧，怎么会选择这个法门？这个法门选定了，就定住了，不会再动摇，不会再改变。坚定到什么样的程度？就像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品上生章上所说，啊，有一个大善知识，声望地位很高的，哦，这位大德。来告诉你，你这个法门呢，不是真的法门，还有比这个更高的法门，你心会不会动摇？如果一动摇，完了。啊，这个人地位高，名气大，毕竟他还是凡夫。如果来了一个阿罗汉，这正果的了，来劝你啊，修个更好法门，你对罗汉也顶礼、磕头感恩。告诉阿罗汉，我选定这个法门，我就不改了。我这一心一意修到底，比阿罗汉更高的菩萨，文殊菩萨、观音菩萨、地藏菩萨来劝你，告诉你有一个法门比这个更好，懂不懂心？最后诸佛来劝你，你还是坚持不动摇。最后阿弥陀佛来了，阿弥陀佛来告诉你，我还有一个法门比这个更快、更殊胜。你也感谢阿弥陀佛，我既然选定了，这法门是你说的，我不愿意再改，我一直修下去。这才叫真心呐！这才叫真正不动摇啊！没有一个不成就啊，万修万人去啊！至于别人怎么说，不要批评。个人因果，个人承担啊，不要搅和到那个圈子里头去啊。所以自己要有信心，自己要有方向，自己要有目标，不能因外面人的闲言闲语动摇了你的信心，这是最可怕的一种事情。那么对于一切法门，要像善财童子一样，礼敬、称赞、供养，感恩戴德。为什么感恩？感佛的恩，佛开这么多法门，度无量无边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。我们待一切众生感恩呢，自己学的这个法门如如不动，像善财53参，善财是学念佛法门，真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出去参访，参访就是接触。我们从早床起来到晚上，这一天当中接触多少人事物，这就是53参，天天53参。我们53参会被外面境界动摇，会被别人打闲岔。纵然没有改变我们的修行方向目标，可是让我们修行功夫时时中断，这就是受干扰啊！什么时候才真正不中断呢？我们看到有不中断的，佝偻匠的功夫不间断，他不跟外头人接触，就像闭关一样，没有闭关之名，他有闭关之实，实在他是闭关。他每一天所干的就是念佛、拜佛，他没有别的事情。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干。他真用功不懈怠，3年如一日，他成就了，他真放下了，他什么也没有。有的不过是2套换洗衣服，出家了，师父旧的衣服给他了，没人认识他，啊，所以也不会有人供养他，师父供养。啊，他就是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六个字成功了。这六个字真正了不起，这六个字就是真正修行人。 啊！有人问刘素云：“你怎么修成的？”刘居士就是告诉他六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啊，他完全做到了。这是古今中外 所有修行人成功的秘诀我们知道，但是没有做到。这个原因就是烦恼习气太深了。 每一天呢，生活是跟着烦恼在兜圈子，没有把烦恼放下，那些功夫得力的人，烦恼放下了，不能完全放下，他天天都放一点。 放个10年，大概差不多全放下了，功力现前了。啊，这是一个门路，而且很快，非常有效。啊，第二种呢是经教。 啊，这就是印祖所说的了。我们的信心不能坚定，是对于这桩事情认识不清楚，对极乐世界认识不清楚，对阿弥陀佛认识不清楚，对我们现前娑婆世界认识也不够清楚。 所以，信心、愿心都不能建立。啊，怎么办呢？经教。啊，经教啊，也是语言不同。真正有善根、 福德因缘的人，他遇到的善知识一定只教他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他要能真干，会成就。啊，刘素云就是走这个路子。他告诉我。 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天听10个小时。10个小时怎么听法呢？实际上是听一个碟，1个小时。1个小时听10遍，就10个小时。他是这么听的，10遍听懂了，3遍、5遍啊不懂啊，不清楚啊。 这就是常识熏修啊！每一天这1个小时熏习10遍，10年不间断，这一部经听完了，从头再来；听完了，从头再来，就这个听法啊，就一步啊，一点都不杂了，专到基础啊，这样10年，他得念佛三昧，他开悟了，无论讲什么，他讲的头是道，他不需要预备的。啊，除无量寿经之外，人家请他讲金刚经，请他讲地藏经，也讲的头是道。为什么呢？开悟了。真的受用啊！啊，这是一种善根深厚、有大福德的人。那么第二种遇到经教呢，他采取的是广学多闻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知识分子的习气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想走一门深入，没有机会呀。没有人护持啊。所以于大众广结法缘，广结法缘就得恒顺众生，这个人喜欢听金刚经，那个人喜欢听楞严经，啊，所以我们有固定的住所。足迹走遍全世界，人家想听什么经，我们就得讲什么经。大大小小经典讲了几十部啊，不是一门深入啊，啊，是做广学多闻。啊，我没有福报，到老了，讲经教学50多年了，累积一点福报。啊，这一点福报呢，我很想帮助年轻人呢。啊，我希望我能照顾大家。你们真正发现，啊，我们有个小道场，就能够培养你。你学一部经，专讲这一部经，除了听经学教之外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啊，什么都不要，一切放下。啊，事事供养。我不会让大家缺乏。这个事实，饮食、衣服、卧具，再就是医药啊，其他都不需要了。 啊，我要有缘分，晚年能够住在一个寺庙，我不当住持。这个住持要是菩萨，我们能够密切合作，我就会劝他，要照顾下一代。保护下一代，把下一代带起来，啊，带上10年、20年，成就了。啊，这个10年、20年最好，他不下山，他不出 寺院的大门，等于闭关一样，他心是定的。啊，所以他能得定，他能开智慧。道业不成就，不出来讲解。 这个标准就是，我没有开悟，我不出来。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之后，再出来讲解。这真正培养人才的方法了。啊，早年我访问日本。 日本前后去过7次，应该是在第4次的时候，我特地访问日本的比叡山。啊，这是佛教圣地。日本13个宗派祖师、开山祖师都在这个山上修行。 啊，日本人称这个山是佛教的母亲，人才都是在这里训练出来的。啊，他们的主持人接见我的时候，我向他请教，过去这些祖师大德 在这山上修行，至少在山上住多少年？他告诉我，最少的14年，而长的呢，长的有30多年。真成就之后啊，名声外面传出去啊，自然有人来礼请。啊，下山建立一个宗派，临终熏修。 这一些大德都通宗通教，有不少显密圆融。古人这些教诲、这些方法，不是偶然得来的。像这经上所说的，真实智慧、真实利益。 我们要想正法久住，佛教再兴旺起来，不走这一条路，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佛学院行不行？佛学院培养佛教的学者。 不能培养祖师大德，因为佛学院不是以开悟为目标。佛学院崇尚广学多闻，不是崇尚因戒得定、因定开慧。 他不是走这个路子的这是两条道路我们要走哪一条？祖师的道路很辛苦，但是这里头有真正的法喜。 会学得很踏实，活得很快乐。不开悟，不下山。这真正才学。我们看到经文。 于法自在，于法不自在，不能出去讲经教学。群圣者指小乘出国以上，大乘出地以上。 断惑真理，之诸圣人。这个地方大乘初地以上是设的别教。如果是原教，那是初地以上就断惑真理了。真理就是见性。 佛为九界导师，众圣中尊，故云尊超群圣。大家对佛的尊重，超越罗汉菩萨，佛之光明。 彻照洞达，无有极限这是说尽心的功德。为什么要尽心？尽心、自信本具的智慧，统统现前了。自信本具的德能，自信本具的相好，全都显现了。 这是什么呢？简而言之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华藏世界，净土法门讲的极乐世界，就是那是什么？ 智慧功德，相好之圆满成就。在极乐世界，我们可以称得上圆满。诸佛如来的世界。 我们不说圆满，为什么？有些地方还有欠缺。极乐世界为什么是圆满？极乐世界经过挑剔。 经过选择，诸佛世界没有这些手续，所以极乐世界是集诸佛刹土真善美慧之大成，所以它不一样。 称得上究竟圆满了。诸佛刹土里面好的，极乐世界全有；诸佛刹土里头有些不善的，极乐世界没有。譬如三恶道不善，诸佛世界有。 极乐世界没有，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两道，人道跟天道。那么诸佛刹土里面呢，六道里头有阿修罗，有罗刹。 由地狱恶鬼出生，这些不善的，阿弥陀佛精挑细选，不好的都不要，好的统统采取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即。 诸佛刹土，真善美慧之大成，即大成了。所以这个世界超胜诸佛刹土，是这么超胜的。 因此，弥陀的光明彻照洞达，无有极限的啊！弥陀光明遍照啊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，没有一个刹土是在弥陀佛光之外的，没有。啊，阿弥陀佛全都照到，而且全都通达。弥陀通达，极乐世界往生的每一个人，也都像阿弥陀佛一样通达。这个意思，我们要能想得到啊！弥陀通达。极乐世界往生的人不通达，极乐世界不是究竟圆满，还有缺陷。所有往生的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阿弥陀佛智慧神通道理不可思议的成就。啊，所以这个经上讲，光明彻照，洞达无极。又净引疏云，光明彻照啊，自缚殊胜。这是自己修的福德了。啊，大空无极，自智殊胜。前面一句说佛是照有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全都照料啊！后一句所说大空，空是自性，前面是从性思想上，这是从理性上啊。虽然色相无边呢。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有是幻有，空是真空，真空不爱幻有，幻有也不爱真空。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的法界啊，所以称无极啊。无极底下还有个意思，名感十方，名是阿弥陀佛的名号。感应十方诸佛刹土，又缘四摄，名无穷极啊！名号功德了，无有穷极。有见到阿弥陀佛像的，听到阿弥陀佛名号的，都是有缘。一生当中，哪怕只听到一次一句名号，跟阿弥陀佛都结上缘了。这个缘的力量很薄，虽然不起作用，但是已经有了种子了。这个种子叫金刚种子，永远不坏。因为这个种子，你再遇到的时候，这个种子就有根了，就有力了。我们过去生中听到阿弥陀佛名号，种下善根，生生世世，次次提升，才有这一生的机会。希望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们的缘成熟，皆得往生。不要计较品位，我只求往生。要有偶一大师那样的认知。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：“你往生极乐世界，什么样的品位，你就感到？”满意了，他说：“我只要能够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我就满足了。”表示自己没有一点贪心，没有丝毫傲慢，还要跟别人竞争，一点念头都没有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他往生的品位，真正做到了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这部经我们读得很熟了。用这个经的标准，他应该是在什么品位？决定是在上辈上生的。上辈上生是十报庄严土。不是在凡圣同居土。凡圣同居土里头的人有计较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人家分别执着统统没有了。这是我们要记住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分这个干什么？听说别人高品位往生，我们欢喜赞叹，没有嫉妒。自己要成就的，就是经题上的清净、平等、觉悟，觉而不迷。这就对了。廉洁合参。 一种是净音大师《无量寿经》一书，另外一种《法华经》。两种解释我们合起来看，在大空无极、表自知、究竟通达第一义空啊。 彻真离体，是为大智啊！古云殊胜普度十方有缘众生，无有穷极，这是大悲也。大智大悲，发而入世啊！自自然然。为什么呢？没起心动念过，没有分别执着。 这叫法而入世。一切法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如来从体起用，体是真如，是自性。 本经所说的实际离体叫真实之极。这是真正的自己，就是自己的真心，自己的本心。起作用的时候，悲之并运。 慈悲心里面有智慧，智慧心里头有慈悲，智慧跟慈悲融成一体，凡夫不是凡夫慈悲心里面是情识。 感情用事，他有分别，有执着。这个人我喜欢他，那个人我讨厌他。虽然有慈悲，欢喜、讨厌里面就有差别。如来跟诸菩萨没有平等的。 真平等为什么真平等？这些见性的人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通通是自性变现。 离开自性，无有一法可得。自然现象也不可得。佛家所谓“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”，法是现象，现象的本体就是自性。 自性跟一切法根本分不开。他真的明白了，真的认知了啊！山河大地，一切众生啊，花草树木，泥沙微尘，没有一样不是自己。 这种认知，就是大乘佛法所说的法身。法身什么意思呢？一切法就是我身，我身就是一切法，这叫法身。啊，谁见到法身，证得法身，明心见性就见到。 明心见性就真的了我不以为我跟佛菩萨是一身，但是佛菩萨认为我这个身跟他身是一身。 不一样啊！啊，这个就是觉跟迷啊，觉悟的知道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也发生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也发生，后头还有一心、一智慧，列无为也然。 完全平等呢、啊，一个心呢、啊，一个智慧呀、啊。利是利用啊，经上常学的舍利，如来的舍利啊，无为是四无为，都是如来国地上的众生跟诸佛平等，毫无差别。啊，悲之并运，故妙用无尽。是乃弥勒以福智。 超胜赞叹佛德啊！这个地方赞叹阿弥陀佛了三皈依里头，皈依佛二祖尊。 这个二就是此地的佛智这两个字啊，足是圆满，满足了，没有欠缺了，就是福报满足了，智慧满足了，这个人称作佛。 啊，那么不要佛的人，就是不要智慧，不要福报，不要福报。没福报的人，贫穷下贱；没有智慧的人，愚痴。谁愿意贫穷下贱？谁愿意愚痴？都不愿意。 都不愿意又不要佛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佛是智慧圆满，佛宝圆满，所以求福报、求智慧，一定要跟佛学。啊，为什么跟他学？他是圆满的福报，圆满的智慧。又服十号之一，曰天人师。啊，这是解释一切天人之师。啊，佛十号啊，里头有这一个号。 天上天下了，唯佛独尊呐。游布十方为大导师，这个地方的游布是比喻啊，实际上呢是应化。 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用什么身。变化无量无数啊！佛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一切处，一切时，他都在呀。我们起心动念，佛都知道啊。 通通都有感应啊！感应有显有明，显我们觉察到了，明我们觉察不到，但是不能说没有感应。请看下一段。 心得开明啊！经文尽得之福，佛闻无量寿身，弥不欢喜，心得开明。注解：尽得之福，只是遇到。 我们这一生虽然没有遇到释迦牟尼佛本人，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，我们身在其中啊，实当末法。 第二个1000年啊，换一句话，后面呢，差不多还有9000年人生难得，佛难知。 我们的人生，执佛法是一大庆也。佛门弟子遇到生日的时候，啊，在庆生会上要把这个意思向大家。 宣布啊，提醒大众啊，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庆生？因为太难遇到了，我们遇到了，非常值得庆幸的。如果不是这桩事情，人活在这个世界，迷迷糊糊，生不知道从哪来，死不晓得去哪里去，这个人生毫无意义，不值得庆祝。啊，值得庆祝是真正遇到佛法。 啊，遇到了大的功名富贵，不值得庆祝。为什么呢？那是你过去生中修的因，这一生当中你必得到的果报。啊，那有什么好庆祝的？ 啊！可是这一生当中遇到佛，这可是大大庆祝了。为什么？遇到佛可以得大福报，这个大福报是了生死出三界，是成佛做主。遇到佛开真实智慧。 这是真正值得庆祝的大事啊，不是小事啊。复闻无量寿生，哦，这更难了。经云：“信会闻法，难中难呐。” 啊，有智慧，能信，能闻佛的说法，你听懂了，生信心了。这什么？这是你成佛的缘成熟了。真太难，太难了。 何况所闻呢？但是六字洪名，怎么会这么巧，让你听到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？这六字洪名是弥陀。 一尘怨海，最极圆顿，不可思议之妙法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向阿弥陀佛学习。 要学习他最极精微微妙的大法，我们才没有被遇到啊！84000法门当中，哪一法能？ 比这个法门更巧妙、更简单、更容易、更稳当、更快速，一下就超升到如来地。你不通过。 84000法门，你不知道这个法门的微妙啊！你全了解之后才知道啊，这个法门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尤其不可思议的，不管是你什么身份，男女老少，贤愚不肖，有智慧没有智慧，只要你听到了，只要你学习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三根普被，利钝全受啊！决定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你在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，你还能找到比这个更超胜的方法吗？找不到了。大乘经好，它太高了，太深了，我们程度不够啊，学不到啊！啊，这个六字洪名，这一声佛号容易。谁都能念，只要念念相续，不要间断，放下万缘，你的成就会比那个通宗通教成就还要高，还要殊胜。啊，你跟他相比，你有信心，他不相信。为什么你比他高，他不如你？就是因为他不相信。你相信，你超过他了。他修行要经过很长的时间，你修行很短的时间。超过他太多了，这什么？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”佛是老人啊，劝你这个法门，你不相信，那就没法子。好，找一个你相信的，难修难证。哦，这个相信，这了不起的法门，你慢慢去学习吧。啊，这个人没有知识，没有智慧，你瞧不起的人，他一天到晚老实念佛，3年成就了，比你高太多了。你往上看，看不到他，没看见，他太高了。这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法门太殊胜了啊！这3句话了，一尘远海，一尘是成佛的，48愿是度一切众生成佛的，不是成菩萨啊。所以最极圆顿，圆是圆满，顿是顿超，没有阶级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，凡夫成佛要经历51个阶级。啊，经中没有阶级，不可思议的妙法。弥陀要解曰：“耦叶大师的话，不论智心善心，讲得好啊。智心什么？一心念佛。善心是散乱心。”至心念佛的人少啊，一般念佛全是善心，善行可以，有心无心。啊，有心是求生净土，无心是没有想求净土的心。啊，业心。不往生净土念佛的人得无量福报，或解不解没关系。啊，经的义理懂不懂不要紧，但弥陀名号一经于耳。啊，只要阿弥陀佛这六字名号，你真听进去了。只听过一次，听进去了。假使千万劫后，当然善根种下去了，这一生不能起现行。可是毕竟这个千万劫后，毕竟因思得度，你将来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什么时候往生，都在你自己与缘不同。于是我们明白了，我们的一经于耳这句名号，听到阿赖耶识里的，肯定是千万劫之前呢，我们种的这个因呢，啊，生生世世，它都在增长。所以，《大乘经》上说得好，说得不错，啊，真正肯念佛的人。这一生往生了，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。啊，你为什么这么相信？为什么这么拼命去干？是诸佛如来威神加持，帮助你在这一生当中成就。啊，我们要记住，盈科3天成就。在我们眼前的那个黄中昌，2年10个月成就的。啊，他有一本日记给我写得很详细。搬家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，留意把它找出来。啊，整理一下，把它印成书。啊，因为他在官方里头每一天用功感应，它都有记载。在头一年也是散乱心，心不能集中。第二年、第三年呢，慢慢心就定下来了。这都是经验之谈呐，非常好的参考资料。 真用功的人，都会遇到这些境界。最重要的忏悔，为什么心里不能集中？那是我们自己业障很重啊，烦恼习气很深呐。一定要忏悔。 求佛菩萨加持，希望这一生往生净土，这个心要坚定，不能怀疑。要勇猛，这一生决定成就不要等到来生后世。成就之后，成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跟阿弥陀佛的愿完全相应。 故令会众欢喜勤信呐，开发佛智，明悟自信，故名心得开明。所以这个心得开明就是开悟了。明悟自信。 这是开明的基础。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，也有开明，达不到这个境界，多好！所以古人讲悟，有小悟，有大悟。 有大彻大悟，等级不一样，即小悟就成大悟，即大悟就成大彻大悟。总而言之，一个最高的原则，我们要记住的，就是放下。 为什么不能开悟？因为你放不下，自己去想，总有东西放不下。这个东西障碍了，把这些障碍排除掉。像念佛堂堂主常说：“放下身心世界，一心专念，这就对了。” 问题就解决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